This is the 这是那个在槟城的啊，广东饮茶这吃点心的地方，以前是我最喜欢的。我曾经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地方。以前的话，它都是师傅，哪个师傅做的什么东西都写在黑板上的。现在完完全全变了，换了这个老板。现在里面吃的点心已经是副业了，主要吃什么炒饭呢、和其他的菜，而点心呢全部都是冰冻的 ，OK， 都是冷冻的，不是现做的，真的是大煞风景。我现在是在吉隆坡的公共汽车站长途汽车站，今天我去中国城啊 ，George Town， 去槟城啊。到槟城去过中国新年，啊，带大家沿路走过去。I'm going to George Town. Yeah. From here. Okay. Thank you. One. One by one, please.Number three, going down. Okay, thank you. This car, 呢，大概是八个美金啊，大概五十多块钱吧，五十块钱。路上开四个小时。Kursi, tolong tarik balik langsir ikat sebab kami nak jalan pukul 4. Saya nak mandi, nak makan, lapar. Takut tak kan? Mak dah dia agak. Terminal TSA. Thank you.
This is the 这是那个在槟城的广东饮赏的吃点心的地方，以前是我最喜欢的，我曾经说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地方。以前的话，它都是师傅，哪个师傅做的什么东西都写在黑板上的。现在完完全全变了，换了这个老板，现在里面吃的点心已经是副业了，主要吃什么炒饭呢、和其他的菜，而点心呢全部都是冰冻的 ，OK， 都是冷冻的，不是现做的，真的是大煞风景。我今天除了走这么远，就是特意来找这家店，没有找到，就在另外一个店吃了那个沙河粉。跟我同桌的那个阿姨是本地人，我向她打听这个店，她说就在隔壁啊，就在这里啊。但是她告诉我，现在吃的东西都不是现做了，没有人做了，都是冷冻买来热了给大家吃的。所以里面的吃客也大多是旅游的，而不是本地人了，真的是大煞风景。现在才7点多一点点啊。这次来槟城使得我是大失所望，大失所望。这是我第一次出来啊，今天刚到的，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多游客了，人很少，而且就要中国要过新年了，客人都这么少，你看路上就稀稀拉拉几个人，哎呀，以前的那种光景就不复存在了啊，已经完完全全不同了，今非昔比啊。哎呦，我期待太高了，期待太高了，而且我已经交了一个星期的房钱。哎呀，这一个星期我看要在这里怎么样熬过去。我真的没有想到槟城变成这一个样子，完完全全就是这样，非常的凋零啊。我就是在前面一家这个吃这个河粉的店里碰到一位阿姨啊，碰到一位姐姐吧，她是槟城人，是个美食家。那个里面的河粉应该说是这里比较好吃的了，但是真的我非常非常饿，因为今天从这个吉隆坡过来啊，从吉隆坡过来是本来说是4个小时，9点半的车，到下午4点钟才到。4点钟到了以后呢，他那个车站啊，离这个 George Town， 离这个乔治这个城呢还有10几公里，还有12公里，怎么办呢？等好久的这个公交车，等也等等不来，等不到公交车。后来才知道他那个长途车站，公交车根本就不进长途车站，你要想坐公交车进城到这个旧吉滩呢12公里，你要跑到外面去坐车，那么炎热的天气又找不到车站。好在我在车站碰到了一个菲律宾的小姐姐，她是在这里工作的，她叫了一个 Grab 啊，然后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分了一下啊，才到了这个这里。到了这里已经就是快6点钟了，就是路上走了一天，等于中饭都没有吃。但是我想这个槟城啊这么好吃啊，我刚才就是在这一家吃的了，就这一家吃的啊，应该是很有名的，因为看上去都是本地人。但是我吃的那个真的难吃，为什么？它的那个炒河粉是甜的啊，而且给我一点什么酸辣的东西放在一起，完完全全就是那种菲律宾啊泰国啊那种味道，完完全全不是广东味道，真难吃。我真是吃得气死了。好吧，就讲这个到了以后吧，啊，终于是这个出租车到了这个地方，找到了一家华人的这个小客栈啊。他在网上的广告说是53个 ringgit 一间房，然后到了以后他又说没有了，要是60啊，哈哈。但是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他说53的没有了，要64啊。等到我到了以后，64 ringgit 的房间啊，那就是差不多100块人民币，那房间是窗子都没有的。我说这个没有窗的，我没有住，没办法住。就是他另外给我一间看，又怎么说呢，又破又暗又小，一个很破烂的窗子啊，他要75 ringgit。
而且他还说啊，你能住只能住四天，啊，到了过年的时候还不能住，还要涨价了，怎么怎么样？哎呀，我实在是说心里话，还不是钱，就他那个条件，我都不想住了，所以我就离开了，走了。走了以后呢，到处找嘛，到处找，找到最开始我住过的那一间，像模像样的一家酒店。我记得我那一年来住的时候，不记得好像75块钱吧，应该是，现在涨到110了，啊，110 ringgit， 这个一间的房，也不是说不能住了，对吧？啊，但是我后来找到哪里去了呢？我找这个印度人去了，因为这个华人都在这一边啊，华人就是都在这一边的话，就是这个，大家是华人嘛。那么华人过年就会人很多吧，啊，到了这个过年的那几天，他还要涨价，要涨到128，还要加税。但是呢，只要过一条街，就是印度人的天下，那一边都是印度人。那么今天我到印度人的地方啊，找到了一间房间，多少钱呢？啊，这里一个小笼包啊什么，但是也是没人吃，看到没有，冷冷清清，啊，冷冷清清没有人，这个。这是今天星期几啊？今天星期二嘛，星期二下午，现在是7点多钟，就是这样的了，完完全全没有人烟啊。那么在印度的地方，哎，它不错，那房间大房床，像模像也像个酒店一样，啊，热水啊、空调啊什么都有，它就比较便宜，而且印度人嘛，他就没有什么中国新年这一说，所以很痛快啊，65。这个 ringgit 也就是100人民币吧，一天，我就在那里准备住一个星期，我也不犹豫了，也不到处乱找了，啊，就是印度人那里，哈，住一个星期，哎呀，这一个星期啊，可能会比较难熬啊，因为你看看槟城现在是什么样子啊，啊，这是一个菜市场的，我记得了，这是菜市场的，啊，完完全全啊，这个菜市场是上午开的，可能是，是吧？上午的看看菜市场，现在就是这样凋零的。啊，感觉就是凋零啊。这个妹妹是第二次碰见了啊，第二次碰见了，估计是个法国妹妹，今天实在太累了，也不想去泡她了，算了吧，啊，太累了。就这一家餐馆呢比较人气啊，好像还要排队，还要怎么啊，估计是会比较便宜吧，应该是啊。那么今天就不吃了吧，改天吧，改天来凑热闹吧。啊，这么多人，在那边兜了一圈，找不到好东西吃，最后跑到印度人这里来吃印度餐，真是很可怜。跑到槟城来吃印度餐，你说讽刺不讽刺？